主料：五花肉500克，丁肉米粉100克。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食材准备：五花肉2块，土豆1个，蒸肉米粉1袋，五花肉切小块，然后加酱油和老酒腌制半小时。将蒸肉米粉加水调匀，倒入五花肉中，拌匀。土豆切薄片垫在底部，将拌好的肉倒在蒸笼上，上锅蒸30分钟左右。出锅开吃喽！烹饪技巧：五花肉可以切小块，也可以切薄片，可以根据个人爱好。事先将肉腌制，以便更加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